首先要恭喜球王，昨天拿到了2022年的年度 MVP， 今天来到了正赛，球王要在上路又要跟冰交手了啊！这个也是今天比赛非常大的一个看点。在赛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冰说的？希望冰就是好好发育好自己的吧，好好发育啊，好好发育。好，冰也听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跟杰杰聊一下。这是杰杰第二次参加我们全明星正赛了，这一次跟上一次相比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？就多了一次经历吧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来这里是开心的。嗯，也期待杰杰今天的表现。接下来是我旁边的翔哥，翔哥今天曾经的老队友阴币哥站在了对面，成为了对手。我看你刚才跟着他后面走出来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啊，今天在赛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老队友杜阴币说的？就让他小心一点吧。小心一点啊，人狠话不多，就是我们的翔哥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昂，今天啊我们要打这个三局比赛，想问一下昂，你觉得咱们这边能够赢下几局？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能赢下两局吧。赢下两局，2-1拿下胜利，这是我们昂的期待，加油。接下来最后是我们 Rookie 队这边的队长 Rookie 啊，在赛前作为队长有没有什么鼓励，或者是想对大家叮嘱，跟几位队友想叮嘱的话？我觉得希望大家死慢一点，等我杀对面。死慢一点，我要在后面站出来 C。OK， 我们也很期待了。来听听这边五位选手有什么话想说。好了，我们来问一下我身边的这个冰。其实呢，我在赛前看到你说，这个作为老前辈要教育一下这个369新人，所以今天作为上单选手，有没有什么赛前的狠话要跟369说一说的？我觉得369就是今年一年都打得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他面对我，他还是会很紧张的。哦，会很紧张的。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上路的对决到底会是如何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也想问一问我们这边的杜阴币选手啊，来，我来到这边啊。其实上一次我们的这个 LPL 全明星的首届呢，也是你跟 Rookie 的一个对决嘛。时隔这么多年之后，这一次再跟 Rookie 选手要在中路进行对决了，有什么期待吗？其实中路的话，主要是我觉得能稳住不被单杀就是成功。主要是我想对翔哥说的话，是因为上次全明星我记得有一次刘青松上了热搜嘛，0-27，然后今天刚好翔哥也在我对面，我很期待今天微博热搜上能看到林伟翔状态，0-27这三个。翔子哥现在听到之后内心一紧啊，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一次来到这边嘛，对面是翔子哥，是不是要给他温暖一下？所以跟队长小薇有没有什么中野的联动，或者说是你们在之前有没有商量好的话？其实我们在后台已经说好了，我就等他 carry， 我就能帮他，尽量能帮他，等他 carry 就行。我今天想好怎么混的。好的，我们也是期待今天这个正赛的对决啊。同样的，接下来我来问一问 Gala 选手，在赛前我看到你们在调试的时候，你有说到一个左眼站岗，右眼放哨，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新的技能吗？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没什么意思，就分工行动吧。眼睛的分工行动吗？这是属于 AD 的，还是说其他的选手的一个技能呢？在各个游戏里都有很有用的一个技能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全明星正赛这三局比赛，看一看如何做到左眼站岗，右眼放哨，也期待 Gala 的一个表现。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 Missing 选手，其实 Missing 呢也是首次来到我们的全明星的正赛的环节嘛，所以说第一次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吗？第一次来的话，就期待大家都玩得开心。期待大家玩得开心，但其实大家看到你跟 Gala 作为一个下路双人组的时候，可能第一个印象是腼腆，比较害羞。所以你跟 Gala 其实在配合之后，或者说是在我们的赛前接触之后，你对于他的印象有没有什么改观吗？可以跟我们悄悄地说一说。改观的话，就其实还是有点了解吧，就是正常的。就是正常。其实我发现两位选手虽然下路比较腼腆啊，但是我们也是期待下路会不会有那种比较激烈的火花，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正赛也是火药味非常的十足的。那接下来我来问问我身边的这个威选手，威选手，这是你的第一次作为队长来到我们的全明星正赛，而且呢虽然说年纪很轻啊，但是实力是非常的厉害的，所以你对于自己作为队长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我感觉就是要讲的话多一些吧。
但是我也想问一问啊，因为你们队伍当中，你觉得今天指挥权会在落在谁的身上呢？因为队伍当中，你看辅助也能指挥啊，中单也能指挥，其实打野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你们队伍的这个指挥权有没有大家商量一下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听硬币哥的就行了。哦，听硬币哥就行了。那一会儿我们来看看我们队伍的发挥到底是怎么样。是的，那今天除了赛前的采访之外，导演组特别有心啊，设计了一个队长互放狠话的环节。接下来我们请两位队长来面对面的站一下，对对对，我们就面对面的站一下，听啊，互放一下狠话。赛前我们从 Rookie 先来吧，有什么狠话想对对面说的？其实没什么能说的话，我就听了一下斌哥赛前就说的话，我已经打算今天关键点不在 我跟魏身上，而是他们的对决，然后我打算等他们 C 我，等他们 C 你啊，温柔的狠话。那威呢？我觉得应该不用我上，我四个队就可以了。相信队友，我觉得作为队长也是非常的棒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也是非常的期待我们的两支队伍在正赛的一个交锋。直接来越，怎么说？彻底疯狂，这波怎么越啊？不知道怎么越，说实话，真不知道怎么越，真不知道怎么越不死，说实话。哎，中路 EQ Lucky 滑板鞋在滑，一闪闪现躲了，再躲一个孔子，哇哦 Lucky 369也是刚才回了一波家，回家回补过了，还在消耗，怎么办呀？好难受啊兄弟，下路在坐大牢来了，滑板鞋加小炮一起闪现 A， 知道你没闪的Lucky 过来一个 Q， 精准命中，直接收下人头，想追欧恩，但是欧恩没有闪现的，躲槽里面了。哎哎，干嘛？玩运气，存在玩运气。哎，来了，盾硬币 Q 技能没吹起来，但是有恩大招，亚索接大招，哥俩好兄弟，这就是兄弟的配合吗？大招还洗了一下状态，存在折磨顶上去了，你拉往前冲，这波欧恩被逮到机会了，直接击杀，还要再来吗？ W 什么时候好？好像能打出来一个一技能，甩得到吗？没甩到，距离不够。哎，来咯，小威有大的闪现大招，你没闪了，该死了。哎呦，下路领先这么多，一招被打回解放前。哎，小威又来，但是那里有睁眼的 Lucky 也来了，坏了，要上大了，小威是没闪的。哇，一行这个大招，怎么说？欧文开疾跑了 ，A 一下，没问题。哎呦，原来他带疾跑是真有用的，兄弟。369开大招电，杰杰也来了，跳过来，这一技能挂大招先轰一下，打一套。兵应该走不动了，大招过来还是走不动。哎，三六九交了个闪，先闪电打吗？还是按错了，但是盾硬币来了，盾硬币想来复仇，风墙放的还不错，然后利用风墙拉扯滑冰，滑冰被电晕，滑冰 EQ 闪，哦 EQ 没闪我的，现在交闪跑。哦呦，盾硬币可以啊，硬币哥，但是这波你再会感觉有危险啊，节节能来，不过还行，有风墙的，看一下，你是塔皮就有点太过分了呀，是塔皮感觉就要死了呀，跳脸坏了，风墙没放好 ，OK， 哎，一剑，哎呦，哇，真的假的呀，欧文？哎，盾硬币这边过来救一下，一个风墙，哇，救到了兄弟。但是小威这边应该还是跑不掉，哦，还是跑不掉。看能不能送塔吧，一个 Q 技能，小兵看到了这一下。怎么说，小威这个位置，哎，三六九过来，我帮你抓一波。怎么说 ，Lucky 拔毛减速挂上，差一下，三六九追过来一个 Q 技能，风墙挡一下 ，W 应该好了，电晕再把 Lucky 拿个头 ，OK， 我也来帮你抓一波。这波机会找的很好，是。
抓到了一个闪现 CD 马上就要好的时间。对，小薇这边，小薇开掠食者想过来打吗？哎，一技能一个大招再一炸，杰瑞这边一个大招轰走了永恩，冰这边能杀吗？好像杀不掉，嘎啦这边也打不过，坏了呀，战场全部溃败，兄弟上面也没打赢，下面也没打赢，包括酒桶相继阵亡，哇，而且下路还在拆塔。哎，嘎啦吸一下，哎呦，这波阿闪很帅，但是有盾攻啊 ，Lucky。哎，小薇这边过来惩戒，先惩戒一下，大招直接炸，亚索跟大招没问题，三六九要先被做掉了。女枪大招洗过来，嘎啦直接贴脸输出，贴脸打得过应该，但是先把果实 A 掉，反正你跑，蹲硬币来咯。杜英斌有没有封墙？一直 A， 自己估计也要被做掉了。拔毛直接收掉，或许永恩还有大招还要打吗？永恩有大的。米醒现在很郁闷，老子是一刻都忍不了这三六九了，老子必须要开他。但三六九这里，这个时候花瓣鞋能收毛收他的？怎么说？大招炸，直接接进去吧，杜英斌。没道理的呀，三六九进场垫了一个人，尼拉直接被秒，嘎啦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。米醒这边也被粘到，拔毛也拔死，还要再追吗？看看能不能追得上，一箭没射到人。三六九过来追冰，冰这个E技能把自己给捉死掉了。怎么说E技能拉回去吗？拉回去也要死。小龙这边也没了 ，TP 了上面。这个时候三六九进场开电，电的效果很好。凯南，我们亚索进场只到了一个人 ，Lucky 这边一个都没杀掉。那记了呀，兄弟。哎呦，右边的拉扯这么好吗？酒桶每次大只大到一个人，兄弟。哎，冰过来乌鸦欧文的走位，走位秀欧文。哇哦，大招回头，乌有林伟翔的反应。哎呦，但是还是换掉了。哇。杰杰在等 ，OK， 现在 A 了，左边先打大龙了吗？没有道理的吧 ？IC 一箭射过来，来了，三六九要进炸了，三六九这波定五个吗？定了很多个，反正，但是，后续好像不好说，因为右边的阵容打到现在不行了，亚索，过来去打大龙，杰杰过来，哦，酒桶的大龙，我还以为直接抢掉了，兄弟。已经拿下最后的悬赏点了，经济扳回巨多，现在只落后4000了。米醒这个位置 ，Q 技能什么时候好？顶了一下凯南吗？哦呦，我这个暴脾气，哎，接两个了这一波。嘎啦进场，怎么说三六九没有大招，很郁闷。但是林伟翔大招洗得很不错，后续谁能补伤害呢？要看杰杰了。杰杰能收割吗？往脸上跳，跳过来再杀一个杰杰，还能再跳过去。嘎啦有没有 W？ 没有。还往前跳，哎，一箭射过来，小薇命中，三六九进场直接垫两只，瞬间爆炸，什么伤害呀？损肝融化，直接溜了。哦呦，硬币哥的发育很好啊，4件装备。哦，这个位置，欧文又在干嘛？哎，杰杰你在干嘛？哎呦，硬过来接硬币哥，但是没有封墙，硬滑，呜呦，硬币哥，嘎啦赶紧进场帮忙保掩护一下，还行，杀了3只。哎呦，可惜了，刚才那个封墙如果说没有放弃帮队友扛伤害的话，这波硬币哥能操作的。如果在正面的话，其实挺尴尬的呀，小薇一个大招直接炸，但是硬币哥有经验了，我不接大。你少骗我，而且凯南是会滑板前能吸的，过来进场硬点，电效果一般，嘎啦的位置反手进场，瞬间爆炸，右边玩不了，兄弟 ，MF 这个位置被5个人围殴，绝望。嘎啦这波的处理太细节了呀，好稳健啊！哎 ，Q 闪，你喜欢玩帅的是吧？要拿大龙，要拿大龙。哦，嘎啦要追吗？哎，怎么在拉扯呀？在等队友吗？不知道。跑一下队友，硬币哥先上了，再一下。OK， 我到了，吹到。哎呦，好准的 Q。永恩也是能开的呀 ，ER 直接清场。
过来，哎呦，炸三只接两只，这个 TP 下来三六九绝望。哎，吸球，这个吸好像吸的不是特别好，三六九大招伤害没打出来。亚索进场宣布游戏结束，想要追这个艾希，一个 Q 技能打不到，就是要追。我有欧文一个人六三个人，可以可以啊，活了下来。还有一个兵哥，差点把兵哥忘了。这样的话，感觉会一波。哎，进场了 ，EQ 切二，好帅呀、啊，玩的毒硬币。还有一个复活甲。那这样的话，一波了呀。哎呦，前期那么大的优势，但是左边这个乱开的阵容还是有点猛的呀。我们恭喜小威队啊，在第一局盲选的模式当中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这把双 C 兜底了呀。但是 Rookie 的这个阵容，我觉得选的还挺有意思的啊。对，很有趣，在前面也是看到了不同的选择，给我们展现了很强的一个镜头感。没错。哎呦，兄弟，这就是娱乐赛吗？四个射手都能玩得出来的。他们好开心啊，感觉。我们在开场就在说，左边这个阵容。